怎么进来都不讲话呢？你怎么知道是背带裤不是背带裙呢？嘿嘿，你就猜错了吧，我穿的是背带裙不是背带裤。晚上好。今天没喝酒？对啊，我都是算了，直男是分不清楚的。好看死你，又没有看到，你怎么知道好不好看？哦，对不起，你在看我直播哈。你觉得零好看，是因为你就喜欢一些男人的东西。酒在冰箱里，要整点喝。哦，要整点吗？今天下午看到了。接下午呢？好吧，好吧。哦，你是说我的衣服啊？我跟你说我呢，真离谱。今天看到我买咖啡了。你说下午吗？怎么不叫我？什么不做男人啊？做女人无限精彩，我为什么要做男人？我跟男人这两个字，哦，沾一半，沾一半，沾人这个字，社恐。谢谢小海豚送的奶茶。下午你接车，我知道，我看到了。谢谢瓦利比尔的奶茶。咖我自己买的啊，当然是我自己买的。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谢谢 MESTO。裤子送的奶茶。哎，就是这种太长了，不知道怎么读，但是又不想读完。裴先生，裴先生是什么？晚上好。谢谢黑夜中的一抹微笑送的奶茶。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点了瀑布超市，然后我吃了，哎，我点了什么，反正我吃了一半，我就没吃完，然后我还剩了一盒红提。哦对，昨天也是提子，吃的另外一个提子，结果我今天放坏，它好多都坏了，然后我就把它，哎呀，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它很多坏了，然后我就把坏的全部挑拣了出来，把好的洗了洗，准备吃。来看好女人啊。哇，怎么之前不来看？我可一直都是。我可以读成感谢一串英文字母送的奶茶。嗯，不错，好建议。看看感谢汤姆猫送的奶茶，这样怎么样？感觉昨晚直播跟今天不是一个，什么意思啊？不都是，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喝奶茶今天。应该能吃吧，没有坏啊，我昨天晚上买的，只是说它今天在我的房间里面，很大区别。我今天也不干啊，真的莫名其妙的，一来就要奠定我直播的基调是吧？怎么又直播？因为当当是个爱工作的小偶像，开玩笑开玩笑，昨晚看着比较没精神。我今天其实精神也没有很好吧，我昨天哪有起床气？我要去改一个我的那个房间主题，明天开始我就改成啊，学方琪改方琪了，小番茄不在家，他是不是叫小番茄不在家？哦，不改头像，我觉得头像非常好，
很满意。他的是不是啊？没有，我不会做饭。不是小叮当不在家，我改一个小叮当不营业，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吧？小叮当天天在家，别问不在家。谢谢，可以可以。谢谢 VRYKOL 送的玫瑰花，那你取吧，那你取吧。小叮当不在镜头里，你这人怎么喜欢戳别人，戳别人痛处啊？小叮当不说话，那大家都看到我一直在说，就会觉得我是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小叮当不干人是什么？我这么直接都不挽留的。挽留，挽留是什么东西？我的字典里没有挽留。小叮当在减肥，抓吧，无语。小叮当在视频翻牌，你是不是想被禁言啊？小叮当一个人在家，怎么这么奇怪啊？有人又 Q 视频翻牌，你不说是谁，我也不说是谁，大家都知道是谁。我去改一个小叮当不营业，这提醒我，我怕我忘记了。哦，对，在小叮当不营业的前一天，要把点的歌先唱了。今天买了咖啡，想给我 staff 不让，呵呵，真假的？我看了，我只是还没有回你那条翻牌而已，没回到那里吧。我按照时间从上面回上来，还没回到那。没送掉的，把我当成收破烂的是吧？都拿到了，丝绒拿铁我没有，就我没有。不是吧？连剩下的都不舍得施舍给我的。小叮当只配喝剩的，小叮当连剩的都不配喝，什么人啊？什么人啊？垃圾都不给我，破防了，真离谱，真离谱。没关系，我自己买，十多块钱嘛，还是有的。又背刺造谣，这个叫背刺？这个别人当着我的面，当着你的面说，这叫什么背刺啊？你这个不能乱用，乱用词语哦。给我带羊排，笑死！在家里面自己烤了，然后拿过来。正面行刺，确实，正面行刺怎么这么好笑？当面晒不，这个叫正面举报。吃什么剩饭？它好像真的是剩，它是剩水果，但是这是我自己剩下来的，这不算剩吧？自己吃自己剩的也算剩。哦。那你就说是我自己点的，你帮我拿上来。公演不是吃什么，这个能叫剩饭吗？大家没吃完的，就是算了，好像是哈。但是我们姐姐有啊，偶尔来吃一口啊。没吃完这不就是剩饭？谁说的？哦，原来你的老师是在这些方面。懂了懂了。今天喝深椰丝绒拿铁吗？我不喜欢喝深椰丝绒拿铁，因为假粉丝。
我喜欢喝丝绒拿铁和深椰拿铁，但我不喜欢深椰丝绒拿铁。把这灯关掉。嗯，对，对，不好喝。有一万种方法送给我，只是想跟 staff 晒一下。晒晒有什么晒的？你就说，你就去跟 staff 说，你说，嗯，我是就是另外的应援会的人，我这边东西没有送完，有些剩的。听说你们，听说鸡队友有喜欢拿别人剩下东西的小偶像，然后来送给我。一万，笑死我了！怎么这么好笑啊？你们私下会不会打起来啊？一万什么一万都来了，还有我要唱点的歌了，我先看看。不对，你们有去看我的微博吗？检查一下，突击检查。不会真的有人还没有点赞我的微博就来看我的直播了吧？都不怕被我踢出去的。嗯，不错，还是可以。但是没点赞，那和没看有什么区别？但你不点赞，记得转发。点赞朋友圈什么意思？谢谢你哈，谢谢你夸我哈，黄牛。对，不点赞你把他们拉黑。我看你视频也不点赞，谁说我看你视频啊？我可不看别人微博的。双行的还进去看看，你说进剧场吗？啊，又在破什么法？没懂，什么伸懒腰啊？这是我辛辛苦苦抠出来的三针。国庆之后镜头就正常了，我也不知道。今天听到女犯夸我了，我都没听到呢。Really？ 我怎么不知道呢？但是后面就是后半场，我听到有男犯夸我。小叮当的 Uni 都不在座位守好，根本没座位。估计够呛，听说剧场成重点检查单位了。天哪，那个审批要审批多久啊？我说这个女犯是啊，你说怎么还有尬我别的粉丝啦？你怎么回事啊？谢谢佩佩的奶茶。我听到女犯call你了。哦，那个女犯其实就是我自己。按照北京经验，一般是一个月。说实话，这种公演会把我跳抑郁的。虽然说平时镜头也不多，但是你真的想要回去看一下，比如说之前都差不多，但是有那种大哥就算了嘛，大哥本来就是排位去了，排顺位在后面那无所谓。但是就是 unit 至少说人少的时候真的跳有点抑郁无语。对啊，至少能看到，至少说你后面看的时候说，哦，我那天公演我是长这样子的。嘻哈什么嘻哈，是时候去一趟中泰。你在哪里？
安徽，好像 MC 也上不了。哎，无语，本来之前第一次上小 MC 就被骂了，还不让我上 MC 锻炼锻炼。在我心里，难得想 call 我，结果 MC 都上不了，哎，没有，暂时还没有想到，明天先好好休息一天。没有当当的 MC 所人，我倒也不是，我觉得我 MC 太弱了，我觉得我得多练练。对，是跳舞那次。你就是跳舞那次入坑的，你真的假的？好离谱啊！在机队的第一次大 MC 比说没有，就是恢复线下公演的第一次小 MC 吧，应该是，就第一次上小 MC。不是叫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哎呀。而且我跟你们讲啊，昨天反正我不是又喜欢冲浪嘛，反正昨天我就又冲浪了，然后我就又看到，当然我决定我本来准备卸载 APP 了，后来想一下算了，还是不要，只是说以后不再看那个还是之前啊，算了没什么。然后不是，我就看到有人说能不能去把舞练一下，哎，能不能去练舞啊，就是什么比别人慢两个拍是怎么做到的。然后就有人问谁，然后我就看那个人说陈鸿宇，我当时一股血冒头，我心想说我怎么没有练舞了，我每天都在练舞，我在口袋跟你们说的时候我在练舞，没在口袋跟你们说的时候我也在练舞，为什么要说让我去练，能不能，哦，怎么说的，能不能去练舞，是这样说吧。然后后面想，我说虽然说我确实舞蹈不是很好，但是慢两个拍也没有把我跳了这么多场了，除非是我比如说突然，比如说没休息好又怎么样，突然一下忘了动作这种之类的。然后我就反正当时就有点生气了，然后后来我又想了一下，我就好想在房间说这件事情，但是我又不想把这件事情，就是感觉有点怪了。其实我是想问他，我就想说，因为我去补了一下录播嘛，我就没看出来我哪里慢了两拍，我就很急啊，我真的急死了。我心想我今天还要跳，我昨天晚上在想，我说我要不要在房间说一下呢，但是也不一定会看我的房间，我想问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我慢了两个拍，能不能告诉一下我，我怕我今天又跳错。就是黑人，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在黑还是什么，因为你在线上也看不到啊，怎么看到慢两个拍的。如果说在线下看的话，我就想知道，嗯，懂吧，不懂装懂。我就想说如果是真的，因为就是感觉不是有那种就是正在看公演然后发的嘛，就说能不能去练舞。心跳慢了两拍，对，我也想知道没镜头怎么看到的。如果说是线下看的，我就想知道哪里慢了。其实哎，因为我又不知道是谁，就是如果说真的说这个话的人能看到了，其实你可以悄悄的告诉我到底是哪里慢了。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在意吧，因为我后面去补一下录播，我真的没有看出来哪里慢了。如果说后来我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双行道的，就是间奏那个地方，我就去看了一下。因为我间奏那个时候好像确实跳错了，因为我总想着我之前是补过那个陈佳莹的位置嘛，最开始我补了几次陈佳莹的位置，然后之前有次舒淇不在，然后补了舒淇的位置，然后这次又补的艾佳的位置，然后它有点不一样，我就有点点弄混当时。然后我就在想，我就说是不是那个地方，然后我今天又看了很多遍上跳的，但是我今天没跳错，但是我也不准备再去看了，因为我决定从此不再看。但是我就很想知道，我就觉得有点瞎说，万一呢，我只想万一是真的哪里慢了的话，我自己又不知道。我昨天晚上是真的有点想在房间说，
但是不是生气那种说，我就是想说我想要知道我自己哪里慢了。我感觉我现在还是比最开始有点进步吧。他们可能连两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对，但是那句话就说的很专业，就说怎么会有人怎么能直接慢别人两拍。我心想我倒也不至于这么那个吧，就是在业务能力上我觉得我自己不拉垮吧，至少。拍拍北极熊的拍，笑死我了。无语死了，真的，你们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算了算了，把别人尬跑了。你也被豆瓣挂过，真的。我没有尬，我真的没有尬，是你们在说。我只是照常，比如说你们发了什么弹幕我会念一下啊，然后我只是念了出来，不关我的，不关我的事。谢谢非求改命的随便送的奶茶。被贴吧挂过，被房间挂，撤回北极熊，笑死。哎呀，这没什么，只是说我觉得说不好的言论确实要分清楚，他到底是就是因为不喜欢你所以就那样子，还是说你确实有做的不足的地方。就像比如说我第一次小 MC 的时候，虽然说被喷了很多个地方，但是呢你后面回过头来想一下，确实就是说就是有的就是我觉得反正我不理解，还就觉得说你不会就很多歌你都没听过没跳过，就说你业务能力差这种，那这些观点我肯定是不认同的，因为我不觉得说我会的和曲就代表了我的能力。那我进来这歌我确实我没事我也不会去听它，我做好我自己分内的，比如说我该跳的公演，我要去参加的什么节目，不管是唱歌还是舞蹈，那我把它完成，我听过我会跳，我觉得这些是应该的。那一些我并没有接触到所谓说这个团里面比较老的一些歌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很经典的我没听过就代表我怎么怎么，我不觉得。在我进这个团之前我不了解这个团里面的任何事情，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更像是说一个世外桃源，就像是我之前说过，如果说不在这个团了或者怎么样，我出去了，我不看有关于这个团的任何东西，那我照样的可以生活啊，就是完完全全的。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那种的，不是啊，对啊，就是你跳出这个河，其实，比如说我前面完全不知道河这个东西，不知道这个团，我照样很开心的活了20年啊，对不对？我就并不觉得说。我没有听过团里面很经典的歌，很或者说很老的怎么说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所以我这点不认同。但是我认同的地方就在于说确实就是，其实我当时其实也有想过是 MC 效果嘛，就是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就假装自己是观众，然后在那坐着，就是坐下来看着他们跳那种。因为之前也有就是看夏天来的时候也有前辈这么做，所以我当时这么做。但是我刚才想一下，确实你身为后辈，就是你至少说你展现出来形象得是一种积极向上的。那我就是说之后也有那种就是有我完全没有听过的歌，然后在那个舞台上面放嘛，然后前辈他们在跳，然后我刚好是那种就是可以就是跟着动两下那种，当然不是记住，就是说可能慢一点的那种，但是还是要跳。那我觉得这个批评我是能够说接受并且消化并且自己去改进的，对，我就是这样子想的。奇奇怪怪规矩挺多的，
规矩，我觉得有些东西不是规矩啊，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你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而且有的人说话就好像是真的，他就是对的。谢谢哦，奶茶。对，可以不会，但是得有态度。我当时可能也很就是心里面不舒服，但是呢，我觉得说你提出来的那些所谓逆耳的话，我也会去想一想有没有这里面有没有就是值得我去就是接受的观点吧。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笑死。干嘛在这里搞这负能量是吧？对啊，就是但是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言论的权利嘛，只是说有些话在我看来就很夸张。当时不是说那首歌叫什么我又忘记了，报警处理，说随便抓个观众上来都会跳吧。那我觉得如果不是我自己本人也不是我的粉丝看到这句话，就会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哈。那你真的，你所谓的你得联系实际情况啊。那我为什么，我在什么情况下我会听过报警处理这首歌呢？什么叫做随便抓一个观众上来就能跳？我确实没有听过，这个也能怪我吗？就是说我进这个团，我没有说我的工作，我的所上课，不管是上课还是平时公演需要的任何排练，我确实没有接触到这个歌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话我就不认同，但是说的有些话，那我觉得说虽然说可能听上去不太好听，但是你在无意之中也是提供了就是让我觉得自己有进步的空间去改正这些。对啊，我就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后面我又想通嘛，就是我就觉得说不用在意这些话，就是我只需要在意自己的粉丝的话就好了。就比如说你们跟我说什么，那我才会去在意，别人说的就算了无所谓。只是说昨天有点想发房间的想法，是因为我很急，我今天又要跳。如果真的有哪里真的是出现了慢两拍这种情况，我其实真的想说我怕，懂吧？但是想了一下还是算了，因为这种多多少少发出来的话，毕竟说我还是算一个小小的公众人，就是说房间里面还是有你们嘛，那我就说算了。然后我自己就去看了那个就是双行道我们最开始排练那个视频，反正我就看了很多遍，我就想说把后面间奏那段地方练好。也不说还好吧，就是正常吧，正常，反正我觉得我不拉垮吧，至少。啊，这种时候是什么意思啊？我第一次直播，第一次直播很自闭啊，那是被隔离了。讲道理的时候，我刚在讲道理呢，不是严肃吧？就可能我有时候就是说话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有一点点那种。看情况吧，看情况吧。哎，这个是真的，就是哎呦 sorry 不想把它踢到了。感觉和陈鸿宇讲道理赢不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我感觉我同样的身边的人，就是真的你要跟我说什么东西，他们就会说我真的说不过你，就是真的说不过。但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哈，就是很那种，我是真的在跟你认真分析，当当的当是上当的当，不是吵架大王。就是说要那种以理服人嘛。对啊，对对对。哎，你怎么比我说的还快？今晚的眼线好像不对称的，没看。其实是我今天想画一个我在抖音里面看到那种全包眼线，就是上面的眼线加上下面的眼线包起来，那样子显得眼睛很大。但是呢，就是
谢谢 Kevin 诺送的气球小熊。然后我画的时候，就是那个眼线胶笔断掉了，就没有画成。而且后面那个断掉眼线胶笔的那根芯，它还把我的就手机壳弄脏了，好烦啊！下面的就是下面画了一点点，但是没有连上去，就是你们能看到吗？谢谢星星送的奶茶，近看应该能看到吧？这个地方，就我想画一个那种全包头像，新头像，什么新头像？拿酒精擦擦哦，但是我房间里面没酒精，没关系没关系，到时候拿，我待会儿下播拿湿纸巾试一下。这个手机壳才买了几天呢，右边已经是不是画上一点点，反正这两边确实不对称。谢谢 Kevin 诺送的神奇魔方花露水，我只有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无比滴，就是日本那个，你们有用过吗？哎，对，就是无比滴。哎，我怎么今天感觉我说什么你们都能比我先说出来呢？这个好用，对，无比滴真的好用。谢谢 Kevin 诺送的跳动音符。怎么全部送这些稀，这个叫什么罕见礼物？对，无比滴真的好用，没有那种赶紧去囤啊、哦。不过现在都要秋天了，也没有尊贵的卡用户啊、哦。我共享大脑，什么东西啊？新沃卡礼物啊、哦，我记得是什么卡，但是我不记得具体叫什么了。我的直播间这个礼物最罕见，什么意思？谢谢 Nandori 送的荧光棒。不是花露水，而且它好像是有，就是它有喷的，也有那种涂的，就是那种转的那个叫什么滚珠，那个好好用啊。谢谢小西瓜荧光棒，谢谢。谢谢小熊的荧光棒，谢谢雨轩的荧光棒，它是那种涂的，就是真的能止痒，而且感觉也很有助于恢复，我觉得很不错。谢谢没有加的荧光棒，谢谢开开的荧光棒，21天荧光棒打卡。哦对哈 ，MC 君的夜蝶呢？怎么两天没打了？谁去叫叫他？监工也还看见他了。突然想起来，说到打卡，谢星星的荧光棒 ，FT 肯定没有送过，就那个荧光棒吗？送过，哎，那就说明你就是看我没有看很久，因为之前大家都一直给我送那个，然后我就一直以为你们是让我去 IDFT， 就想送我回家的意思。谢谢小屏无奇的荧光棒，你们不记得吗？如果是比较早。就是说，我就说大家要想要送我回家，谢谢小熊荧光棒。今天看到吗？都没看到，一个都没看到。首演直播甜蜜互动咖，哦，我想到一件事情，真的有人好尬，你们不要尬到别人成员面前。今天，哦，我前辈一起走路，下班的时候，前辈给别人拿深度贺卡，然后拿深度贺卡，那个粉丝就给前辈送礼物，然后那个朴灿烈。啊，我真的我脚趾抠紧了呀，他本来在拍照片，他拿起手机直说，哎呀好甜蜜好甜蜜，我要把这个甜蜜的瞬间记录下来。哇，我整个人在旁边我都不行了，我想说他在干嘛，我感觉前辈的脸都僵了。我真的我现在想了我都已经开始出汗了，我真的受不了，你知道吗？不是所有人你们都可以到面前这样子搞的，好尴尬，真的好尴尬。
真的，我感觉那个粉丝，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认不认识，因为我不认识那个粉丝。我真的出汗了，因为我觉得是我，我已经，我觉得这个、啊、真的很社死、啊，他真的可能有那个社交牛牛症，我不理解啊。就是说我和前面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本来在拿相机在拍，然后他看到别人就是拿递了个生祝贺卡，然后拿了一个那个礼物口袋，哇、哦，他就把手机举起来说：“哎呀，好甜蜜，好甜蜜啊！哎，甜蜜死了！把这个甜蜜的瞬间记录下来。”哦，我真的，我那段时间想消失，你知道吗？我前面看到他时，我还打了招呼，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要配上他那个口音，对呀、啊，真的我就模仿不出来嘛。喊出来太好笑，真的很好笑。我当时一瞬间，我想装作我不认识这个人，就是我想跟前辈解释，刚刚我打招呼只是说随便打的，就我并不认识他，真的好尴尬，无语死了。怎么会有人当着面？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以专业词语叫什么？舞到面前，对，舞到面前。我真的不行了，我当时一瞬间觉得好难受啊，而且，哎，对，洗脸，对，啊，我看到过，关键是他本来人又高，你知道吧？而且就是我们从，而且是这个事情是在哪发生的哈？就是你们去过剧场应该知道，剧场那不是进来那个安检门嘛，然后这有一个小门，我们是从那个小门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事情发生在小门的前面，你们知道吧？就很窄，那个地方很窄。大家离得好近啊，他就对着别人说：“哎呀，好甜蜜，甜蜜啊！”我真的不行了，我整个人都不行了。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无语死了，无语。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认识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还是很尴尬。然后我还悄悄看了一眼给前辈送礼物的粉丝，然后我看他一脸严肃。我觉得如果是我，我有这种朋友，我真的我回去把他微信就给他拉黑了。下次送车拍当当就这么喊，就拍我的时候喊什么没有关系啊。你在这里说成员跟粉丝就很尴尬。满分好粉丝，他什么时候在我这里成满分好粉丝都不是很熟。不认识的应该不至于这么尬，我不知道。哎，想想都觉得很好笑，怎么会这样？不是，你们是经常会这样子吧？就平时开玩笑开惯了，直接就是在别人面前这么搞。好，把我置顶了，我知道，我知道他为什么把我置顶。哪个前辈小家伙，你说熟吗？我觉得真的不熟，我觉得他真的就可能习惯了而已。他这个把我置顶，他这个行为我愿称之为放烟雾弹。嗯，哦，认识，那还好，那还好，但是还是很尴尬啊，因为我觉得，算了，我反正我只是替他们感觉尴尬啊。MC 静进来了 ，MC 静就是说，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到这个图案有想到什么吗 ？Hello， 退出去了吗？真好看啊！有没有想到？有没有回想起来什么东西？看看，睁大你的眼睛，就是说你的打卡计划。Butterfly 收藏什么？收藏家？为什么？收藏家笑死！收藏什么？收藏蝴蝶。下次买个皇冠戴上，但是没有人跟我说要皇冠打卡。谢谢梅洛斯小峰送的四朵玫瑰花。
别送了，都是假的，放下吧。叫别人不要送，然后自己送；叫别人不要看公演，然后自己看；叫别人不要握手，结果自己握。谢谢社会有闲宝的巧克力。中间时刻是什么意思啊？我已经第几次看到了？有人急了，谁？中间时刻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中泰分干，我没有，我只是说你们这样子。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急了，急了，急了！我要唱歌，怎么在这里说了半天，说到哪儿去了？喝口水。但是，我今天去在车上，就去剧场路上，40多分钟、50多分钟，反正学了半天，因为最近点的歌一首都不会。是新杯子，是别人送的，谁送的我不说。为什么口水不会无语死？好可爱的杯子。是啊，还有兔子外套呢，兔子衣服。我的大水桶已经被我收起来很久了。经过放在那个柜子面，已经可能就很久没有拿出来了。对，这个是保温杯，又是可以两用，可以两用，除了喝水来干嘛？有酒精的大水桶，有酒精的那个是农夫山泉1.5升矿泉水瓶，不是水桶。保温杯是用来保热水还是凉水？其实我之前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是不是也有人用保温杯，就是保冰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那种冰冰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保温，但是我没有试过，我只用过保温杯喝热水。对，我也是觉得好像是可以，但是我自己没试过，所以我也不知道。问我用来保什么？我当然是保热水啊，有热水我当然喝热水了。主要是前段时间没有热水，没有饮水机，就一直喝的那个农夫山泉的冷水。震惊，为什么要震惊啊？我看就像是一个不爱喝热水的人吗？居然有人爱喝热水。我不是爱喝热水，只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我自己又觉得说喝热水对身体好，所以我才喝。爱喝冰咖啡，这是可以共存的呀。谁允许我喜欢喝冰咖啡就不能喝热水了？年轻人竟然还喝热水，我平时都是喝热水的，拿铁都要喝冰的。对啊，不然呢？热拿铁好奇怪，好黑暗。热水挺好的。早上喝冰咖啡，晚上喝热水，哎，确实这么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我总觉得就是说喝冷的，其实每次喝的时候都感觉有点硌喉咙。铁，我是铁化了。今天玩的零，我就是个哦。你还听太爷有点东西哈。我唱歌了，唱歌了，点的歌已经越堆越多了。看看在不在。好，在，那就先唱撒野，这个有点久了。首先我要点开我的全民 K 歌，因为我的 QQ 音乐，就算我是尊贵的 QQ 音乐会员也搜不到这首歌。我眼睛的轮廓好完美，什么东西？什么？好奇怪。有听过吗？其实我以前有听过这首歌，大一的时候，大二听过一两次。
还要强调一下会员晒了，那当然是跟你学的呀。哎，这个蓝色真的很好看。我就是说，就是把你的这些学的精髓全部学到了，就是我怎么秀我的 QQ 音乐会员，就是像你怎么秀你的 iPhone 13 Pro 远峰蓝 ETB， 就是什么两个人很奇怪讲话怒呢？不什么，你自己说我秀的，我想说啊，这个行为为什么你做可以我做就不行，巨豆翻光了。所以你的 ID 是什么？一个钢一个铁，我真无语了。哎呀，在这里笑笑笑，一下子把我的喉咙都给我笑的有点不舒服了，我要唱歌。打开原唱，踏空我就要飞起来了，好适合晚上听啊这首歌。我想象是迷茫，我想象听见你说这世界是空荡荡，你说一二三，打碎了过往交往，有风吹破了的归途，你没有看到我在唱，你说一二三转身，你听被抹掉的慌张，我想抬头暖阳春草，你给我简单拥抱，我想踩碎了迷茫，走过时光，睁开眼你就会听到，我想多占有你有些微笑，我想在你眼里再也不怕。就是说这个歌有点，哎，怎么都在突然开始发这个表情，这首歌好高啊，主要是他那歌词，我想撒野奔跑，一下子有点毁坏这个歌的意境，是很高。就是说看到我现在有点这个敏感，我差点以为又是套路我唱什么歌，像上次某位瓜点的那个什么鬼歌。你说一二三转身，你听掉跑掉的慌张，我想抬头暖阳春草，你给我简单拥抱，我想踩碎了迷茫，走过时光，睁开眼你就会听到，我想做只有你有尽微笑。最后两句我不唱了，就是说属实有点，这个叫什么，一颗螺丝打坏一锅汤。确实混入了奇怪的东西。我看什么申请书被驳回了，你先把我的名字打对再来说好吗？就是说我唱的时候应该能听出来，就是说我有点不熟悉，因为就是说最近的歌全是新歌要学。其实说直播每次榜一点歌这回事情也不是说就很轻易的，因为歌曲还是要学习的。应该能听到，有点不熟。
我想一个眼神就到老，画一个不算是非常完整的结局。为什么呀？很奇怪，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一幕我觉得很阴阳怪气，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会觉得吗？啊，对不起，我可能有点奇怪吧。别打开礼物的袖缎带，最初充满期待，最后都腐败。别打开午夜的电台，这心有点不舒服。我其实真的认真学了这个，我今天早上学的滚瓜烂熟，今天晚上又有点。而爱并没有教给我生存，只教我交易虚荣给天真。可是爱让我们变成陌生人，却变不了更高尚的灵魂。不要问我，只要抱着我，不要爱我，做我的情人，把手借我，一天一分钟，做我最亲密的情人，不是谁的情人，谁的梦。我想问一下，点这首歌就是说有什么故事吗？可以讲一讲吗？问一下点歌的句句。就算我全身湿透透，我也不再被谁都在歌词里走。我不懂，如果我爱握住拳头，可能我怕我的梦飞走。而爱并不如你想的温暖，不能让我们不再战争。我懂了。可是爱连自卑也没多自卑。我懂了，等我唱完这首歌我来讲故事。越容易被牺牲。我懂了，我悟了。不要问我，只要抱着我，不要爱我，做我的情人，把手借我，一天一分钟，让我还敢做我的梦，像我梦中伟大的微笑的英雄。对，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不要问我，只要抱着我，不要爱我，做我的情人，把手牵我，一天一分钟，让我还敢做我的梦，做我梦中伟大的微笑的英雄。谢谢肖了个肖送的气球小熊。我知道了，这首歌是小西瓜点的，我没悟，但是我知道了。为什么我知道了？让我们来看这个歌词，我们分析一下这首歌哈。
这首歌是什么来着？虽然他的副歌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句句，这个男句句，他肯定是，听听听，而爱，并不如你想的万能，不能让我们不再战争。好，就是说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战争？战争这个词很明显，这是个比喻手法，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战争肯定用到他身上，肯定就是和之前的女朋友吵架，我觉得肯定是代指这个事情。就说并不说我们之间有爱就导就我们俩在一起的这段关系就是可以不吵架，没有矛盾，没有争吵。就说这首歌其实你们听我唱，你们不知道歌词，他说不要爱我，做我的亲人，可能你们听上去是情人，但是亲人就说明这个句句点，这首歌男句句他现在应该是说有一个表妹，是他的前女友，是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打问号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说一下，猜对没？为什么打问号？谢谢科学怪人胖丁的奶茶。报警？为什么要报警？表妹哪来的？就是这个歌不叫亲人吗？看，不要爱我，做我的亲人，就是说。我们两个就是谈了恋爱之后发现不合适，就算我们俩之间是互相喜欢对方，但是由于性格啊各方面的就说都不合适，但是呢又不愿意互相退出对方的世界，谢谢天皇的奶茶，然后就说然后就认了个哥哥，认了个妹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以后那就不要谈恋爱了，但是我也想保留就是说跟你之间的联系，就是说那我认你当表哥，你认我当表妹，这样子我们出去吃饭给大家介绍，我就说这是我的表妹。但实际上只有你们知道这是渣男，这是爱，这是哎呀。语文分考挺高，还可以哈，118。没有，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吧。这个点歌的句句出来说一下，我理解的对不对？语文118，保研川大的不要在这里来给我制造学历焦虑，出去。作文应该满分。不是啊，就是说点这首歌的时候是告诉我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又不告诉我，那我只能凭借自己的，不能说是准确，只能说是完全不沾边，那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一首歌想那么多？因为我就是内心戏很多啊。我喜欢妄自揣度别人。话说是一个皇冠点一首歌吗？但也没那么贵哈，只是说每次的榜一而已。每次的榜一更贵？没有啊，现在的榜一不也就是夜蝶不到。一个皇冠当不了榜一，不要在这里乱干好吗？榜一都是发点，不要干，不要造谣。每次榜一都是皇冠以上，没有啊？不是，不也就是夜蝶？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所有的加起来是一个夜蝶，然后做起来。现在这首歌挺好听的，没人点就要这首了。已经有人点了这首了，就是抢你老公那个人。就是他，他不仅抢你老公，他还想抢你点的歌。哇，坏人真太坏了，还老实，很无语。谁抢你老公？就是抢你点这首歌的人。好吧，唱了。但是感觉这首歌有点高，我就觉得晚上唱会不好。谢谢小糖宝送的奶茶。
先试着唱一下。谢谢吟游诗人的奶茶，谢谢小慧不是小费送的四个奶茶。有点紧张，为什么紧张？哦，明天啊，哦，今天六号啊，哇！啊，我要唱歌，唱歌。他把青苔色世界想成一片原野，这座温柔的山城容不下那世界，蜿蜒小河奔流下难过，他曾在河边拾到琥珀，很多年后他总算发觉这是此生最美好的 一段岁月。不好意思，有点点不熟。他用含泪的决绝期待中能化蝶，爱到不计较后果，恨到天崩地裂。哦，心里写别人在泥土里离合悲欢，看看都走遍，为了忘记不停的工作，才明白高贵的琥珀也无非是石头。他很清楚越往更高越是寂寞，故事越长就没有有人听他诉说，不如用半世凉薄换个容身的角落。他很清楚越是长大越是赤裸，谁失去谁不能活，既然曾经绽放在雪国，又何惧沙漠。不要发这个阴阳怪气的表情。他用青春的残影换海蓝色的你，不用为谁而美丽，只为讨好自己。我在沙发看脸颊的伤心，放任眼泪稀释了酒意，整个假期独白念孤寂，放弃年少是爱的歌，却能翩翩起舞。他很清楚越往更高越是寂寞，故事越长就越有人听他诉说，不如用半世凉薄换个容身的角落。他很清楚越是长大越是赤裸，谁失去谁不能活，怎样曾经绽放在雪国，又何惧沙漠。这首歌有一说一，晚上都是这么悲伤的歌曲，没有，这是点的歌，就是之前的榜一点的歌，但是确实挺好听的哈，这首歌是吧？为什么破发？他很清楚越是不论时刻而止，那些愿望最后也让你若有所失，不如用余生作诗，写下孤单的事实。他很清楚越是有人就越寂寞，虽然偶尔也想过掀开某个红尘的角落，
这歌确实挺好听的，我觉得。哦，是吗？所以为什么裴先生点这首歌？又两用，又两用，我绝了，真的绝了！什么人啊，素质极差。三月为什么是三月？哦，确实挺好听的。虽然说不知道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但是还是谢谢你给我安利了这么好听的歌。又到蝴蝶结了，没有，是这首歌是有发了电的一个粉丝点了这首歌，但是他现在不在，下次再唱吧。竟然点了一首 rap， 纯 rap， 他在，你怎么知道？去抓人！谢佩佩的奶茶。怎么会有人点一首纯 rap 啊？我的舌头绕不过来了，真的绕不过来。我今天学了好久这首歌，但是呢，就是说，虽然都是川渝人，而且马思唯还是我的，跟我一个大学的，但是我没有他那么快的舌头。I'm the all night，I'm the all night，Reader 确实他是 rapper， 我是 Reader。对不起，记错了。等一下，进错，再来进一遍。不行，我得拿出来我的就是道具，这样说，不是发电点歌，是发电也可以点。虚晃一枪，这个太难了。说实话，我最开始就是这个点歌的句句，他点了这首歌之后，我实在是没有意料到它是一首纯纯的 rap， 就是这样。我的这个墨镜到哪里去了呢？我要带着我的墨镜来唱。哎，我的墨镜呢？给自己增加难度 ，no， 你版不版？啊，我以为你是想让我唱 rap 呢，原来是这个嘛，那我去唱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点的是哪个版本。发电也可以点，对啊，发电也可以点，怎么？你要发电点歌？今天不用发电点歌，不是外婆的墨镜，是我的墨镜，但我找不到了。怎么我的墨镜呢？等等我，外婆拿回去了，不是我外婆的，是我妈妈的那个墨镜。这个真的是我妈妈的。等一下，我放在这里，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找一下我的墨镜。就是说，真的很专业。我的墨镜在哪里？好，找到了。哦，怎么是这个？你们敢相信吗？这首歌也是点的歌。笑什么？看我戴哪一个，戴这个怎么样？哎，怎么看不见弹幕了？对啊，是你的，我专门给你挑选的，怎么样？等一下，我们先选一下眼镜，戴哪一个呢？算了，戴心疼，心疼什么？心疼谁？戴这个墨镜吧。就是说这个，先唱一首拉垮的 rap， 再唱一首。怎么有点没有什么灯光？哎呀，这个是不是能把我房间照出来啊？刚刚是不是能看到我的房间啊？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应该没有吧？是的，那是不带这个，无语。哦，我知道了，我把碟带就行了。待会儿看录播，待会儿把它删掉，这样就看不到了。
是一个外面下着暴雨，我只想抱你。这太难了，我还是唱另一个版本吧。这样能看到吗？告诉我一下，能看到吗？没区别，可以看见。那怎么办呢？那就带这个吧。这能看到吗？这看不到吧？但我开始我的表演，我要唱另一个版本。他刚刚说可以唱的，你早说嘛！我以为你想听我唱 rap。嘿嘿。差点虚晃一枪，差点进错了。就是说，谢谢飞机场的十点半送的奶茶，我差点说送的蝴蝶结，我真的无语。这个小西瓜，你不要，能不能找个好的时机在那里送礼物？比如我在谢礼物，你在那蝴蝶结，看到我房间，不准看。Six 一二有点长，谁唱？我没有学这首歌。想到这快能见到你，会瞬间开心个不停。七里划破了那片海，摘下了耳机，我刚睡醒。我好，是不是能照出来？对不起，我学一下这首歌再来吧。佩佩可以不要找我退钱吗？就是说这首歌没有学，对不起。对不起。好的，好，但是既然眼睛都戴上了，就是说我们还是把另一首 rap 点唱完。哦，好，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谢谢菲菲送的夜蝶，虽然我没唱歌，但是你还是送了。谢谢你的宽宏大量，谢谢你的体贴。我现在跑车里，想要一辆法拉利，想要钱人民币，一切都得靠你自己。我外婆都告诉我说这一条真理，因为 daddy mommy 除了生命没东西给你。看我快乐的眼着我说哈利路亚，爸爸妈妈我会哄的哄的像朵红花。我发誓要做老大，慢慢的学着做老大，却发现做到了老大，原来我就是老大。哎，老大就是最有气场，老大就是风流倜傥，老大会给你重伤，老大成为了你我的梦想。老大说别老大不小，整天做着老大梦。想当年老大就靠大脑满第一条大众。就我靠，我觉得我没有经验哎。陪着睡，问你飞不飞，做大哥的滋味美不美。你小秘密小秘密的还捂着嘴。我现在跑车里，想要一辆法拉利，想要钱人民币，那些的一切都得靠你自己。我外婆都告诉我说这一条真理，因为 daddy mommy 除了没东西给你。换一个眼镜。哈利路亚，爸爸妈妈我会哄的哄的像朵红花。我发誓要做老大，学着做老大，才发现做到了老大，原来我就是老大。这个应该是就可以不反光吧，应该看不见吧，感觉怎么才能遮住啊，这样子呢，这个反光更清楚，这样子行。我想在跑车里，想要一辆法拉利，想要钱人民币，一切的一切都得靠你自己。我外婆都告诉我说这一条真理，因为 daddy mommy 除了生命没东西给你。看我快乐的眼着我说哈利路亚，爸爸妈妈我会哄的哄的像朵红花。我发誓要做老大，慢慢的学着做老大，才能做到了老大，原来的我就是老大。哎 peace 不要再点这种歌了，我发誓我再也不接什么 rap 这种歌了。哎，把我唱热了，不要再点这种歌，我警告你们。
喝口水。好，我要新定下一条规矩，就是说，就算你榜一，你点歌你不准点这种 rap， 听到没？为什么你点的 rap 被退回了？不是，我这四川话塑料，哦，你算了，不跟你争。还有没有歌？还有一首歌，等一下。算了，我本来想说我要证明给你们唱一首好听的 rap， 但是呢，想一下还是算了。啊，这首歌我会唱啊，但是这个算不算脏话？不上班，算不算脏话？我不知道哈，因为我平时也不说，不算吧？哎，这首歌好适合我啊！啊，真的很适合我，因为我明天真的不上班。听一听，哎，怎么是这个版本？哎，这是 Answer J 的声音，这个是谢帝的 Live， 为什么会有 J 哥的声音呢？这个真的是 J 哥的声音。哇，我跟你们讲，我之前不是喜欢 CDC 吗？ Answer J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rapper， 但是后面他谈了个女朋友，谈了个网红，巨好看，然后就被他的女朋友圈粉了，就是导致我每天在看他女朋友的微博，就已经很久没有再关注过他们了。听下，不是这个 live 版的，对，他女朋友巨漂亮，然后我就每天看那个姐姐的微博，我就很久再没有看过她了，就是说我就出坑了吧。哦，那这前面都是这个，算了，不听这个了。爱情银行什么东西啊？谁啊？就是你去搜嘛，就是那个，就是现在不叫 CDJ， 叫成都集团。然后那个一个 rapper 叫做 Answer J， 就是他的一些歌还挺好听的。就是他当时谈恋爱了，然后他就写了很多歌，比如说什么楼下等你啊，反正就是各种。他之前还去参加了新说唱的第三季，好像是。反正我当时看了的，但是其实没有把他的那种表现，就是没有怎么表现好吧，我觉得。然后你也喜欢 Answer J 吗？真的假的？你想嫁 Answer J？ 为什么？我觉得他女朋友，我就觉得说他女朋友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啊？我真的不懂。他女朋友巨好看，我跟你们讲，这种身材又好，就是一个很地道的成都妹儿。但是他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做啥工作，就是大概是做自己的，哦，对不起，怎么突然说四川话？就大概是自己做那种设计工作吧，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口袋宝贝，嗯，但是他的参加的那个就是节目，他唱那个口袋宝贝，我觉得没有发挥好，也没有改编好，就是我觉得听他的歌原版的就好听。成都话多来点，为什么？为什么？我有时候不小心就会说错。再唱还有一首歌，就是说，嗯，哦，还差一首，有一首就是学会了再唱。真的，他女朋友叫什么来着？什么男？是个网红，你们可以去搜一下。但是最近也很久没有再看他了，真的很好看。成都话好听，说普通话唱歌了。那好活泼的歌，保加利亚玫瑰的精油，悬滴在他刚才用我的手，横冲直撞，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谁懂爱停在手里多久？学问教里教科书都有，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求。丘比特呀，快为我加油！多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耶耶都清楚啦，就是就此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眨，
要他们心电感应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耶耶耶，一句不差99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分叉。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这首歌唱的我好急啊！什么无银三百两？这首歌唱的我感觉我的气道断掉了。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丘比特呀，快为我加油！多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耶耶都清楚啦，99次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眨。要他能心电感应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耶耶，一句不差99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分叉。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这个歌真的唱的气都喘不起来。这个不是 rap， 这是歌曲。99次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眨。要他能心电感应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耶耶，一句不差99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分叉。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我爱他。好，终于把最后一句词唱完了。这首歌真的好累，对，我很认真，因为我怕他唱错了，拳头一直捏得很紧。什么准时打卡，他是谁？哈哈，什么奇怪的问题。放一点 BGM 来听听，随便放一首，休息一下，喝一口。去看了不是你的菜哦，你不喜欢成熟姐姐，你不喜欢我们这种成熟姐姐的类型。当黑雾落在黑面那一刻，转至天。对啊，我们这种，我觉得我它是一种类型的。我很成熟啊，我完全就是姐姐型。昨晚成熟。昨晚成熟是什么东西？我和他南辕北辙。我觉得我就是成熟的风格。看吧，成熟姐姐就是说我。12点前讲。怎么12点半了？天哪，我播了很久吗？我播了多久啊？什么学妹？我比你大，请你叫我学姐。他女朋友有点难下。提子我还没有吃完呢。嗯，但是我很喜欢那种长相。就是很有棱角，又很瘦，而且他女朋友身材比例也很好，笑起来也很可爱。学妹，我是学姐，有棱有角，还有发光，怎么这么耳熟？怎么这么耳熟呢？年龄姐姐，现在00年已经是阿姨了。哦，拉票，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嗯，有棱有角还会发光哦，星星。对哈，他女朋友美国亚裔的打扮风格，我不知道最近是什么风格，反正我好喜欢他。很欧美。嗯，谢谢无尘剑商送的奶茶。刘聪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哎，我去搜一下呢。我跟你们讲，我真的觉得这些 rapper 一个比一个会找女朋友呀。搜一下刘聪女朋友，还有那个王以太的女朋友，你们知道王以太吗？也是一个 rapper。他人对象多好看，对，爬山认识的。湖南长沙人，是不是说湖南的女孩子都长得很漂亮啊？刘聪女朋友很乖，真的吗？你们都知道？哎，这我不知道，不行，我急了，我现在就要去看，我去搜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女就是要一起看。是这个怎么没自拍啊？就是说美女都喜欢这样拍照的吗？我怎么看，我已经搜到了。哦，是这种软妹风格啊。还可以还可以，挺乖的挺乖的，感觉年龄挺小的。几几年的？学习一个，我笑死了。看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刚给你们看我喜欢的。我已经太久没有关注 Answer J， 他已经微博名直接改成了，他叫刘静明 Answer J。 我跟你们讲，以前他叫 Answer J 的时候，之前我还跟我朋友一起去看过演出，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旁边那个女孩子还问我，她问我知不知道 J 哥的名字叫什么，我说不知道，她告诉我 J 哥叫刘静明。那个时候就大家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是一个不公，也不说不公开吧，就是说大家不会去叫真的名字。结果现在已经改成这个名字了，我确实几百年没有关注过他了。我最开始挺喜欢他的歌的。嗯，他的女朋友叫叶瑞南，我好喜欢他，我曾经还想微博去私信他。我的意思是我入团之前啊，入团之前。这不啦，屌，爱死了！私信他什么？就是想加他的微信。你男朋友不错，那我应该去私信这个。你女朋友很不错，他真的很瘦很瘦，但是这个不是你们喜欢的风格，应该。我要给你们找点。他染头发其实有点那个，我哪里毒瘤了？他染头发了，好好看，这就是 Answer J。感觉一朵鲜花插在了不是不是，其实我也是喜欢这个的哈，就是说，只是他女朋友太漂亮了。
我没有说他的意思。小心被冲。不会，我也是粉丝啊，我也是粉丝的，只是说我就是被他女朋友勾走了。明天反正就没了，倒也不至于，倒也不至于。说实话，我感觉喜欢听听这个人，觉得喜欢，比如说喜欢成都集团的粉丝，就是不是像何丽这么一言堂的，好吗？只是转推，对，我只是从他身上转推到他女朋友身上而已。出坑回踩，我没有回踩啊，我没有回踩。怎么说呢，我要声明一下，就是说他的歌曲他的作品我还是很喜欢的，而且我觉得说喜欢说唱喜欢 rapper 这个东西也就是仅此于对他作品的喜欢。因为就是说怎么说呢，不能说对所有的 rapper 都地图炮这样子，就是感觉一杆子打死所有人，但是确实说就是听说就是也确实有那么一些比较，哎，就是说你不要太关注他的私人吧，懂吗？懂吗？知道我说的那种意思吧？嗯，就是说他这个人怎么样，或者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主要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圈子的特殊性，导致我感觉说唱圈里面，对风气，不管是风气还是其他的，就感觉挺乱的。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要是喜欢这个 rapper 怎么样，就仅此作品为止，或者说你喜欢现场怎么样，也仅此是演出，就只是演出跟作品，就是你不要过多的关注他怎么样。因为就算是歌手，我觉得也是，你就是得有故事，你就是得经历很多事情，你可能才有一些创作的灵感，或者是你唱歌的一些风格啊，就是都是得沉淀的，你没有的话可能你真的还搞不出来那些东西。说唱是地下艺术，对，但是就是他女朋友这个确实很漂亮。你看嘛，你看这张照片嘛，他好白啊，然后你看他男朋友在后面。当然我要首先声明，我绝对没有觉得 Answer J 怎么样，因为我真的是他的粉丝，就是我觉得他写的歌还是好听的，就是说只是说我很喜欢他的女朋友，导致说我气死了，想气死谁。而且我跟你讲，就是他女朋友其实跟他在一起之前的那些微博其实感觉要更那个一点，现在反而要接地气一点。我没有流口水，我只是很喜欢美女。哎，怎么卡了？我真的不拉吗？我不是拉拉，我是侄女。功夫胖前女友微博啊，没有。功夫胖，其实我觉得功夫胖挺可爱的，因为我觉得我看男生，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就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的眼光很迷，就是可能我跟他们的审美不太一样，就他们喜欢一些男明星，我就不太能 get 到，他们觉得这个帅那个帅，我就觉得哦，好像确实是属于是女孩子会比较喜欢类型，但是我就没那种拉拉审美，没有没有，我是说我对男女的审美就都有我自己的想法吧，可能。女生眼里的美女和男生眼里不太一样，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刚觉得这个好看的，可能你们大部分男粉会觉得还好，因为比如说你们喜欢这个团应该是更喜欢可爱一点风格，但是我觉得这种很棒。我喜欢类型是个谜，没有，我就觉得男生要有点肉才，就是太瘦了的话有点看着，我觉得我看着那种瘦高男生我觉得他是 gay。你就有点太瘦了，说实话。啊，为什么突然打问号啊？我没有骂你。
你不是 gay， 我知道，你向我证明了你不是。确实，但是我会总觉得说受那种，但是也还好，也还好。看吧，看具体情况，我只是举一点例子。太健美很 gay， 对，就是，哎。我之前就是我们学校门口的健身房，刚刚就是那里面健身房，其实基本上都是我们学校的体育学院的一些，比如说学长啊，他们在那边做教练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之前那个教练，我就觉得他是 gay。说实话，我换了很多任教练，我感觉我换了四五个那个健身房教练我都换过，因为就是说我还没有去上课，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头脑一发。对不起，刚刚没电了。就是我头脑一发热，我就买了很多的课，并且我办了3年的健身卡，但是我就没有怎么去上过课。就是我可能我买了30多节吧，40节课，我没去上课。我的教练已经换了很多个了，就是把我的名单从这个移到那个要去，然后我就看知道教练长什么样子嘛。不是，导师之前经常去重庆啊，暗示笑死。没有，就是办3年的卡，它是有优惠的。我大一进去的时候办的，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是这样子，我大一的时候进去加入了那个校学生会，就是不是有系学生会、院学生会、校学生会吗？说实话，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后悔，我当时应该加院的，应该加商学，我是商学院嘛，应该加学院的学生会。当时只是觉得校学生会听上去比较那种，但后面真的校学生会太宽了，因为我们学校27个学院，就真的校学生会有点，属实有点鸡肋了。然后当时我加了校学生会，我加了个礼仪部，然后就是会，就是平时周末的时候，我们周末我跟你讲啊，这种学生组织他还要让我们去上课，然后还去健身，因为要身材管理，我也不知道算什么。然后就是去了那个健身房，去当礼仪小姐，真的有那种就是有那种，比如说一些学术会议或者什么之类的要去的。说实话，我觉得我以前真的当了很久的廉价劳动力，因为我们没有工资，但是我们得去，而且一去的话就是花几个小时。说实话，现在也挺像的。看到图书，不是，学生会居然有这种奇怪要求，就是啊，怎么突然小腿抽筋了？就是学姐学长他们要求的，就是说给我们加课，让我们去上健身课这种之类的。谨言慎行，好的。缺钙真的吗？学生会就是帮老师做事，对啊。而且大一的时候真的很畏手畏脚，也不敢请假那些什么之类的。后来到了大二大三，自己当了队长，自己当了那些往上面做，你会发现，真的以前觉得很大的事情，天大的事情，其实到后面真的就完全不是事情。报销上课的费用没有，只是说我们每周要去上一下那个课，然后那边的健身教练啊，或者是老板那些就会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加我们的微信就会让我们去办卡。礼仪队队长没有，不是，就是后面有艺术团，你知道吧？就是我后面又加了我们学院的艺术团。哦，我跟你们讲，我真的要分享这个事情。我当时大一进去，我真的疯了，我加了5-6个组织，导致我根本忙不过来，因为我大一的课巨多，我一周14-15节课，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就是一节课一个半小时，就是两节课就是一上午，从8:10上到11:50，那个叫两节课哈，就大课算一节，我一周有14-15节课，基本上就是一周完全是满课的状态，真的课巨多，我学国贸的，太多课了，然后周一到周五课多，而且晚上都是课，晚上那种一节课还是从7点一直上到9:40，那种2.5小时的课，中间可能有2次的5分钟休息时间。然后，对啊，一个学生我就顶住，对，真的一个组织就很忙。毕业了，我今年6月份毕业的，今年6月份大四毕业。然后真的很多国贸就是学的东西很杂，但是学不精。这叫一节，就是一节大课，我们是这样叫的嘛。其实他们很多就是算45分钟叫一节，但是我们是就是2节课加上中间5分钟休息时间，那个算一节。
大一都公共课，没什么好上的。没有啊，我们大一也有一些专业课的，只是说我们到了大三才会学特别专业的课，一节课3个小时。哦，我们晚上的课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对，中途只有5分钟。谢谢小糖宝送的99个荧光棒。对啊，你已经要1点了还不睡觉，你明天要结婚，就是说你还在这里看直播。对不起，说点题外话。那就让大家祝你顺利吧，大家鼓励一下他，有点恐婚，睡不着，睡不着也不能在这里看直播呀，就是说，就是说你要结婚了，头一天晚上要早点休息的，你不是应该早上那种吗？看大家都在祝你，当当妈们的氛围非常的好。哥哥，你在看这里看直播，你老婆不会生气吧？去把你踢出去。老婆睡不着，要安慰老婆。哦，好吧，好吧，是不是婚礼前一天你们是一个啊？算了，不要问这么就是细致的问题。感觉被晒到了，快点早点休息吧。确实，我觉得结婚之前应该女孩子更紧张。戴上墨镜，为什么？哦。因为怕晒吗？前一天不是不在一起吗？对啊，我是想说有那种迎亲，那个叫什么？之前我姐姐结婚，婚礼很累。对，我也想说，结婚应该忙一天下来累死了。结过婚的表示结婚超级累。你已经结过婚了，真的假的？睡一起还敢看直播？怎么莫名其妙变得奇奇怪怪了呢？有点奇怪，说实话，我是在直播，我是个女主播哈，不是跟你开视频的。怎么办？我长得也不是很明星像，就是说会不会，就是我长得也确实不太像那个什么。也不像女明星，也不像什么的。要是就是说突然有点什么，我就演做是演当，小叮当是小叮当。谢谢塔比比送的夜蝶，谢谢。哎，那种直播一般是怎么的？我要营造出一点直播的氛围，刚太像视频聊天了。我现在回想不起来，因为我很少看直播。找个人连麦 PK， 这个也太好笑了吧。打个灯，确实啊，我这个关键就是我也没有什么直播的设备，后面还是床，就很像是那种我在家里面跟你们打视频。哦，感谢老铁的夜蝶跟对面 PK， 谁送的8点多，可能没有人想要跟我连麦，无语。巨亮的灯，哎，我还真的有。等等我，我去搞一点。哎呦，对不起，也不知道在跟谁道歉。给自己打光，这个怎么开啊？这是锁的坏的是吧？我这个人素质真的极差，我真离谱了。我麻了，我刚刚一直摁它，摁都摁不开。现在会不会好一点？这个调一下。呀，我刚刚眼睛都闪花了。这个看去也很不专业啊。这个怎么样？
从哪里打好看一点？哇、哦，这个太亮了，太亮了，晒死了，晒死了。从下面吗？下面好吓人啊！从下往上，我没被吓到，这个很吓人的。我靠，好吓人，吓死我了！救命！哇、哦，看到没？看到没？吓到没？看到没？看到没？没看到啊！我靠，好恐怖啊！我好想把灯关了，然后吓你们。我再一个，再一个。啊，不对不对，我要把这个灯全部关了，然后再打会比较那种。对啊，这个太亮了，我只是在调节它，降低一点。哦，还有模式。这个是什么光？我、哦、这个有点东西了。好，我先记住它。好，就这个吧。好，我去那个叫什么，把那个灯关了。刚刚这个好看，是这个吗？是这个吧？还能看到我的粉，主要是因为我没开那个美颜，我开了一点点。看私信就被自己吓到，我告诉你们，谁敢跟我发我刚刚的图，我拉黑。带了，所以刚刚我简直美瞳差点滑片。我去关个灯。这个应该是长按开关机的，所以我刚才会被亮到。等一下，我想想怎么把它调一下。就是说先遮挡一下，怎么才能遮挡一下呢？嗯，不错。好了，我回来了。不能呼吸的什么？开！哇，晒瞎了，晒爆了！调低一点。我靠，好，好那个什么？调低一点，调低一点。在这个上面。等一下，我再调一下，还不错吧？等一下，我想怎么把它立在我的手机上，它会掉掉。这个。夹在顶上，这个怎么夹？我不会，没关系，我就手拿着吧。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是说有当当的粉丝明天要结婚，然后呢，但是当当实在是太不像个女明星了，就是要。让自己看上去专业一点，免得引起误会，懂吧？就是说让我看上去像一个主播一点，不像是在跟别人打视频。祝福，我刚刚在说什么？好累啊，这个手力在这里。我后面怎么有个人？哎，不要说这些吓人的，我说真的，我会生气的，不要吓我，我真的很怕。我说实话，我不开玩笑的。
我想想怎么把它立着，一直拿着不放开。哎，立上了。好。我刚才说什么？回到我刚刚的聊天的话题。谢谢壮壮哥哥送的夜蝶，小美收到了，谢谢。在说什么？好好笑。换个名字，壮壮哥哥还不好听啊。小美，对啊，你们不知道就是糊涂度里面的那个吗？今天的马尾好好看，我没有扎马尾啊。我还是会提那些不成熟的问题，我控制着自己越来越心无力，但是很确定冲天变，我什么时候扎了？我还是没死心，我还是会看着伤口而沉迷。月亮警察叫图图，什么意思？好的好的，晚安晚安。现在是不是像不像女主播了？好像也不是很像，说实话，这个气质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培养的出来的。真的叫图图？不叫啊，我知道他真名啊，我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因为之前有那个心动来电，所以说给我打过心动来电的人我都知道。嘿嘿，在不知不觉中就把你们实名了。小名哦，那你的小名叫什么呢？废纸，你的小名叫纸纸，叫纸纸。羡慕实名，你们也可以就是把你们的实名发给我。证明我还是会提那些不成熟的问题，我控制着自己越来越无力。我好，最后唱一首歌，就是说下播了，有点晚了，说实话已经一点了，我觉得我播了三个小时有吗？十分钟，现在竟然还有人开直播，这个点我感觉我已经是播到最后的了。并没有，我之前打过五个多小时呢，我之前直播过五个多小时。马上，哇，还这么多人在直播呢。不是，主要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别人直播的时候在干嘛，我要去连的话我就有点局促。这什么歌？这些都是抖音歌单是不是啊？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抖音歌单。最后唱一首歌要下播了，但是我不知道唱什么，让我想想。唱那个吧，那个叫什么？会吗？会吧，会吧，那个，但不是很会唱。什么？唱一首歌下播。这个就是抒情的晚安曲，但我不是很会唱。一年蓦然回首，步履匆匆不曾停。不会唱，就是说整个尬住了。这首歌叫做《会吗》，还在直播，是的。
起新的春秋，零点的钟声以后，是否所有还依旧？心愿会实现吗？会吗？会吧，付出总有回答，会吗？会吧。这首歌好难唱。花会一直在一起吗？未来是坦途吗？会吗？会吧。哦，我说实话，等一下我重新唱一首歌，我不唱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最开始我听的时候，它是未来是坦途吗，就是坦途平坦的道路那个意思哈。但是我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未来是贪图嘛，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好绝。你们觉得用贪图好一点还是坦途？说实话我觉得虽然听错，但是我觉得贪图更好。未来是贪图吗，就是很那种的一声质问。哎，对不起，文艺了一下下哈。换一首，换一首吧。还是唱不如吧，不如好听。大词人，可是贪图，未来是贪图吗？这句话就很那种。这首歌不如，它后面有个括号叫做御姐完整版。啊，御姐不就是说的我吗？可我看到他们说一对模范情侣，不如我和你。可你说没有真正感觉渗透爱情，不如就放弃。不如我们拥抱后分手，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不如这次就还你自由，不如擦肩而过别回头，不如这次你说对不起，我一定告诉你没关系。不如回到最初的相遇，把爱藏在相遇的缝隙。御姐，对，这首歌叫不如，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很温柔呢，怎么作为晚安曲好像不太合适，是吧？气不如交给酒精。哦，御姐了，御姐了。不如任性，不如放过自己，不如就让你满意。可我看到他们说一对模范情侣，不如我和你。可你说没有真正感到深究爱情，不如就放弃。不如我们拥抱后分手，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不如这次就还你自由，不如擦肩而过别回头，不如这次你说对不起，我一定告诉你没关系。不如回到最初的际遇，把爱藏在相遇的缝隙。挺那个什么的，没说你好，你好不好再也不重要，不如将过去统统丢掉，留在记忆最美的一角。不如掉进爱情的游戏，反正主角已不再是你。不如偶尔相遇在梦里，就算流泪也别把我吵醒。好，唱这首歌代入感很强，我已经是个御姐了。好听，给好听的话给主播点个关注哦，点个加号。是不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送给他呢？为什么？为什么？我想唱那一首歌，但是我找不到它在哪里。哦，对对对，这首歌上次直播的时候唱了，这里只有叉号可以点。这个真的是晚安曲了，安静的把它唱完。成为你的遗憾才最遗憾，
喜欢刚才歌语，对不起，就是说最近学的歌有点多，就是忘记怎么唱了。说了几次真的再也不见，信誓旦旦的说永远都没走多远，明知爱是冒险，爱是一生实现，剧情剧情都学不来婉转，彼此纠缠才能维持不断的新鲜感。你不明白我说不爱多感慨，你不明白你在我心里不出来，那快乐无可取代，可关系无限重来，藕断丝连相互折磨伤害。你不明白新欢会把旧爱打败，你不明白深情是与生俱来姿态，人生短暂你要精彩，就请把我的爱淘汰。真一默，快点一默，快点一默。对不起，他刚刚又没电了，刚好，反正唱完这首歌我要下播了，还10%。明知爱是冒险，爱是一生实现，剧情起伏转折都学不来婉转，彼此纠缠才能维持不断的新鲜感。你不明白我说不爱多感慨，你不明白你在我心里不出来，那快乐无可取代，可关系无限重来，藕断丝连相互折磨伤害。你不明白新欢会把旧爱打败，你不明白深情是与生俱来姿态，人生短暂你要精彩，就请把我的爱淘汰。谢谢小西瓜送的汽车小熊，不要送，我在这里唱歌，切勿间道奶茶，不是在骗鸡腿，是认真在直播。而我们的爱要怎么找回来？你不明白我说不爱都跟着爱，你不明白你在我心里不出来，那关系无可取代，可关系无限重来，藕断丝连相互折磨伤害。你不明白新欢会把旧爱打败，你不明白深情是与生俱来姿态，人生短暂你要精彩，就请把我的爱淘汰。想他了，破防了，想谁？想想谁？有光是因为这个打光板它设在了我的美瞳上面，就是说它就会有一点光。想表妹，我懂了，你的前女友现在真的是你的表妹。想他了，怎么大家都有人可想啊？不会只有我没人可想吧？真无语。想谁啊？为什么是单立人的他？快点以墨，快点以墨。这个点差不多。这首韩语歌很好听，你没有听过，叫做《只有我不行的恋爱》。听过吗？哦，不会唱哈，我只是说很好听。其实我觉得好多韩语歌好好听啊。对对对，确实只有我不能，只有当当不行的恋爱，只有我不行的恋爱。哦，我一直意思是说只有我不能谈恋爱吗？是这个意思吗？我一直以为这首歌的意思叫做不是我不行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段恋爱没有我的话不适合我谈就不准谈这个意思，结果意思是说只有我不能恋爱。对啊，我以为是非我不可的这个意思啊。我一默了，一默了，属实一默了。
硬盘要炸了是干嘛？你好爱我，你是不是每场录我的直播？看看歌词，我看看。有点没看懂。好的好的，晚安。现在几点啊？1:15。好了，准备下播了，大家晚安晚安。就是说表情包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光还挺好看的，可以帮我截两张图，就是说等一下录一下。截了吗？不对，不能跟白色一起拍照，跟白色一起拍照就是说会显黑。但是我真的有点早知道应该开点美，开点那个磨皮。好看吗？仙女倒也不至于，倒也不至于，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就是说电台，什么电台？什么时候能发9宫格？不可能的，这个可能我毕业那天我都发不出来。好了，下播啦，晚安大家，早点睡觉，晚安，拜拜。困，我就是我的直播就是可以让你看到困吗？那还是可以，那还是可以。拜拜，下播了。让我们来看看，好的哦，呸呸，又是你，就是说呸呸，这个点的歌呢，就是说你点的这首 rap， 我学会了就唱，虽然它现在已经不是 rap 了，因为另外一个版本。那你新点的歌呢，请你点一首好听一点的歌好吗？好的，虽然你不在，拜拜，下播了，早点睡觉，大家。哦，对，明天是国庆的最后一天啊，就是说你们要开始上班了，要开始上学了，但是当当呢就是开始放假了。对不起，不是故意要笑你们，就是觉得说啊，不是坏不是坏。就是说你们都要上班了嘛，就是说我的假期开始了，我现在就去把我的那个叫什么，我的房间改成小叮当不营业。就是参考方琦的小番茄不在家。大家祝大家就是说好好工作，休息了这么多天，是该为这个社会继续做点贡献了。好好上学，好好工作，就说当当要放假了呢，拜拜。哦，你在呀，你在呀，好的好的，拜拜。